年初七情人节分享黑饭四口 Love Life。 我猜你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一定没有告诉你你的地位会变到第五。还有我谦卑谦卑再谦卑，很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，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黑人，我在这边也要谢谢你了。我自己啊，有压力，我会给我身边的人也会有压力。我很自在了，这应该的，因为好不容易来的两个小生命嘛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